这是另外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骨干水晶。所以如果我们细看呢，这个骨干水晶呢，它很特别。Okay， 因为它的那个生长纹，这个特别是在它的那个生长纹是，虽然是属于骨干，但它前面这个部分呢，它有这个重叠纹。Okay， 这个就是典型的那一个所谓的骨干水晶的那一个形态。然后呢，有一些共生矿。Okay， 这一颗是纹路啊，现在来，让我反它的背面。Okay， 这是它的背面。Okay， 一层一层后面呢，就更多的一些矿物在，更多的共生。So， 它像是两把非常锐利的一个刀。这种这样的大型骨干水晶呢，都被称为是一个能量的一个发电器。现在就让我再返回在前面，再细看一下这一颗骨干水晶。OK， so， 这就是这一颗的那个所谓的骨干水晶，是属于能量发电器的一种